1997年，我们在第一场五月天签唱会初次见面。从无名高地到万人体育场，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24年。很荣幸可以成为彼此生命旅程中的一份子。虽然此刻我们不能面对面相见，但幸好我们可以跨越时空聚在一起。2021年最后一天，我们在五月天 Mayday 演唱会微信视频号等你，一起迎接烟花绽放的2022。我是阿信，我是怪兽，我是玛莎，我是石头，我是冠佑。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奔向五月天的第25年？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五月天。12月31日，我们在五月天 Mayday 演唱会微信视频号播出首场线上跨年演唱会。今年的跨年演唱会听说还有更大的惊喜，怎么样？心动吗？12月31日晚，我们不见不散。